乔二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这领了，这样我才有安全感。太慎重了，抢我的人不用过我这关啊。这男的谁呀、啊？哎，别破防，女的，姐妹情深。你把我当傻子是吗？我可会功夫，咏春太极。别动手，我害怕。我想跟朋友逛个街。不爱你不想，你别忘了，你单身这么多年，只有我看得上你。嗯，来穿这个，你看不上他。以前都是女汉子，就别看这些了吧。来来来，你娘，你看来。我一哥们那女朋友1.68米，95斤，那才是个女生。哼，我一姐们她男朋友20几岁，存款20万，那才像个男的。大乔，我就是太爱你了。那你知道我现在想吃什么吗？我你怎么我不知道，但哪个小姑娘不喜欢惊喜呢？现在冰激凌都有盲盒了。哎呀，这个 DQ 盲盒动物圣诞杯呀，4种口味，好吃又好玩。你猜他为啥更愿意跟我玩？你看什么呢？我找人结账。你怎么跟他眉来眼去？我哥们儿，你是真不懂啊！人哪是看大乔啊，那是看你呀、啊。嗯，他害怕你呀、啊，笨。你想啊，要是这有人看上大乔了，过来搭讪来，人大乔怎么说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了。那你看男朋友是谁？旁边的你呀、啊。让我兄弟说，你看刚才一路走来，有多些个男的对你羡慕、嫉妒、恨。哎，对了，越多人看的哈，就越觉得你这个男的，哎呀，真牛啊！咱这男的也这么想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这啊、哦，拿着，买的刚那些好看的，回去好好打扮打扮。反 PUA 啊，不是反对 PUA， 而是反过来反对骗别人。